郭小姐，伊要提起你，互你感觉足艰苦一点无？这凡事是因为伊伤过伤人啊，为着莫去影响到正常的工课，所以才无爱讲厝内底代志啊。不管怎讲啊，李明生活还阁有工课哦，都是紧张的，所以我想伊是超过伊，避免提起你啦。 我更加想要知影，现在的心中，敢对方文有感觉。这我就无方便代替演员长讲啥嘞。秦妈，真是歹势呢，叫伊着你演出红心计啊？什么意思？ 古代有无喷气，现代有红心气啊！你安尼变问汤博士的心中，是毋是想要欧包青天问骨灰断案啊？叩叩叩，请问一下，严院长的心中敢有伫？你敢问有啥物话要讲啊？严院长，你即马无话要讲，啊，毋过我有。 我有完成，只要你替我主持公道。有人到我红师旧情复燃，结果搁再找汤博士安尼搞搞的，敢会当麻烦你甲汤博士讲，叫迄个查甫人卖遐尔死心厌旧。我的红师若是知影伊的旧情人劈腿，伊绝对无法度承受即款的打击，是搞破未啊？偷偷爬起来哭，偷偷啉酒。 我还就唔甘咩，他呢，就娃娃的心中在疼。明仔下，我看你三不五时就再来家找汤博士，你奈唔敢恁昂？秦，汤博士是我的医生诶，伫私底下，我是甲汤博士当作是好闺蜜。阮唔管做啥物代志，拢是公平正大诶啊。等到是秦。 你甲我的红师当作好闺蜜哦，因为无人会偷偷往正讲去约会，搁开房间泡汤。是啦，郭小姐，我甲彭小姐只是一般的朋友，请你莫想想者。汤博士，今日加了你，真就歹势。我相信你的人品，啊，不过我嘛要提醒你。 千万唔通变作是放我连工具人，张家良若食错伤害你，伊袂保护你，等到会因为张家良为了伊食错你欢喜，你就无够想着牵连啊。你再挂两条破链啊！这种搭配就是要看心情啊，无另外安尼好看，无安尼挂。 你骗我！你拄仔一日来，我就感觉会出你心情无好。我讲过啊，我是因为偷菜代志在烦恼，我无想要惠民医院名声毁在我手头。重点是偷菜，重点是惠民医院是严明辉。你心内都是咧想严明辉，所以你才叫你无抓到。看你的表情，我都知你想啥物。 你两个在创啥？无啦。无？你伫个世界桌顶，我拢看见啦。原来，传说中办公桌的功能是真实。
办公处就是把三个囡仔抱去哩办公诶。妈，你甲爹哋拄仔到底咧创啥？拜托你好好解释。你卖听翻我两个白讲，我哪有白讲？是你的演员家己看到的呢。光头白脸，阮能创啥物啊？门阁是开的呢。阮是咧讲送件的代志，也毋过阮意见冲突，所以我动作较大。盛源，你拄仔你来看到的，只是角度的问题。所以你甲阮妈饲伫桌顶，面阁搭到遐尼歪，敢若是意见冲突？我相信，我相信恁两个人吃过臭豆腐以后，两个人可以当活浪漫、活暧昧啊。真，唔知我翁婿的口气，敢有甲你惊着？若是有，你可以当甲伊桌东来个浪漫的臭豆腐之吻，真正是真爱呢。盛源。你莫听你妈咪胡白讲，伊就是搞才艺，伊讲的话拢无需要负责任的。我爱负责啥？我也无做啥物啊。食过臭豆腐以后，过会当我遐尼紧，真的像极了爱情。我拢去给母陪安尼。你啥物拢无看到，你会当脑补，算你厉害呢。为啥？赠品，这样也败掉。跟张仁兴哦，是多多好呢。无呢，我拢看到啊，真歹的混搭风。这两条破链，一条是假忠贞，一条是真背叛。快小滚！你把两个查甫人送你的破链拢挂做伙，被苏姐展示战利品同款呢。卡苏你互人千人斩，唔知影你阿妈棍敢有够长？什么破链？妈，这两条破链，一条我真正是爸送你的，另外一条，刚刚是弟送你的。有什么用送你破链啊？演员，这你就唔捌啦。查甫人送查甫人会当挂在身躯顶的物件，就是一个战地盘啊。美术教伫电线杆顶面做记号，意思是同款。你是讲煞呗？我甲张家良确实咧讲公事。干嘛呢？拄则你唔是走去找汤博士师奶？伫问严明辉的代志，即马马上来找嘉良讲公事。哇，你真够切换模式。汤博士接受明辉的行踪，我去看伊，这是人之常情，甲做你公事有啥物关系？啥物？啥物接受爸的行踪？就是迄个叫汤日新的，讲恁爸过身以后，甲行踪关乎伊。伊阁讲啥物？伊的心中敢若对恁妈咪有感觉，对恁妈无感觉。话伫我听起来，都是刚刚伊在连销话，这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在编故事。偏偏恁两个查某人为着一个骗子冤家呢，这毋是真好笑？即物啥物都无重要，我要去办代志。演员，送我出去。张家良，我拜托你，较有站站的。公司都有道监视器呢，一定唔惊残缺一龙同款，有啥物不雅照流出去，是够互人看笑话。人瓜小滚起提好只物件来给我呢，是我不雅。总比有人哦，伫便所外边讲啥物头毛去搞掉，伫遐咧 QQ 啦啦，揽来揽去较好看嘛。即马是拍人话救人就对啊。哎，因台湾阳光底下的代志拢唔是代志。等到是迄款黄爷爷的代志，才是袂记起的代志。比如讲，
有奸夫淫妇去开房间泡汤。你看我创啥？我无讲你啊！哎呦，面相怎遐尔歹看？应该不是我讲着，所以你生气哦。你是话袂？敢会当卖讲种无营养的代志，讲一寡正经的？你庄家了有啥物正经的代志啊？明仔载长照养生村就要上镜，负责简报的是挂秀坤。现在做的是挂秀坤主导，一直拢是惠民医院的主导，这想也知影。你现在无搞讲，上个你规工四月干无啰嗦，薪水拢无离公司，这会当怪啥？啥物叫做我四月干无啰嗦？我是为着你才去做心理咨商的呢。等于是你假公济私，为着要让瓜小坤欢喜，把养生村遐大 case 主导权交予瓜小坤。张家良，你头壳是歹去，我无清楚啊！你头壳才无清楚。正经咱一代因为牛奶跳舞的代志，咱的名声受到损害。咱是做食品业的，长照这个部分不是咱的专业。惠民医院是有名声的扛棒，当然让伊来主导，安尼咱赢的几率才会高。哦。安尼哦，惠民，唔管我即摆讲啥，我拢有法度应着着。你甘愿做一只牛，互瓜小坤牵你行，我有啥物法度？你欢喜就好啊。我看你的脚敢若足疼，我来替你穿啊。你是不是已经行足久的啊？你脚哦，拢已经磨破皮啊嘞！这人生的路还阁足长的，千万唔通咧靠到你家己啊！喂！你先让我聊下。你这个娇娇，你汤家卡打跌九套咯。你袂听，我拢感觉听。哎哎，你搞放开，你搞放开！你先坐。什么卡要去做听？我想到我头一届到这个见面时阵，伊嘛是惊我卡疼，所以安尼规日挑我的啊。我唔是挑过你模仿的，我根本都唔知影有这件代志啊。多谢你，真是多谢你。关注你了。